咱爱时时谨慎啊，戒慎因果不昧啊，在己手当中，深信一念之故，自将业力生啊！大家人在日常的生活，不管是举手动足，无不多谢的因缘果报中。你那些一个举动错误，那做着因哦；一个表情开口动舌有错误，那就结着恶缘哦。那那些有了恶因恶缘呐，当然，那就是万般带未去，唯有业随心啊。因就是亲像一粒种子，一心无量，所以咱唔好想讲哦，这一点点嘛的代志，啊，都翻掉，都翻掉啊！啊，敢无虾米要紧？有啊，一张大树呢，就是伫这粒种子的内底啊。所以，咱每一粒种子，每一个因，咱拢爱真细心，爱戒心啊！一个因缘果报是不昧啊！日常生活就是戒心都对啦，看到什么代志？要做呢，爱先想一下，对啊，唔对，唔对的代志，绝对袂用得做呢。那无心的犯错呢，就是因为习气。咱平常时啊，就是这个习气的咧。啊，咱都唔是专听要去得罪人，但是讲话开口。动舌中，有时阵一句无心的话，嘛会破坏了人的道心嘛。或者是一句无心的话呢，也会予人埋怨伫心里咯。所以咱习气啦，一定爱改，改咱吼口说好话。看到人，咱都爱讲好话。那有什么代志，咱看到无顺眼，但是呢，咱也都爱善解。那有什么代志，予咱呢真无欢喜，还是爱包容？咱那也要善解包容呐。那心念开大。哪怕是讲吼，有个人故意啦，要来刁难你，你那也要善解啦，也要包容，一分的恶言，伊就改为善言。所以啊，咱来心存宽念，善解包容，咱来安尼啦，慢慢改过了。咱将迄份呢骄傲的心变成了宽容善解的心，那迄份呢爱骂人的习气变成了呢啊好话啦、鼓励啊，安尼的习惯，那会当安尼啦，就会当转恶言呐为善言哦。所以啊，咱日常生活。中啊，爱会记哩，戒慎吼，对人对事对物啊，咱家己呢要安怎去表达？这呢就是咱伫生活中爱注意，咱爱知影讲吼，一念之过
自障业力生，家己自己障碍家己呢，这个业力就生起来哦。这不是别人，是咱家己哦。咱家己有做到安尼的因呐，所以呢，自己都有障碍的果报。看罗修罗啊，罗修罗呢，亦为福障，家己障碍家己，也障碍别人哦。这呢有定定的障碍，叫做福障。佛陀啊，在经典中捌讲过去，因为罗有罗，伊个老母亚斯多罗嘛，伊呢怀孕啊六年呢，才生哦，等于是六年的时间在胎壳的内底啊，不见天日啊，这呢就是自障。那搁再来，就是老母，伊老母怀孕呢，六年的时间啊，咱爱知影，查某人啊怀孕呢，就是十个月，但是呢，伊是六年的时间，这中间呢，让人怀疑啦，尤其是呢。佛陀出家，亚斯多罗呢，伊则讲伊怀孕咯。爱知影，印度呢，女人啊，的精巢啊是真重要。所以，对啊，这个中间不只是宫中的人，其实全国的人民。抱着怀疑的心，甚至呢，也是有真吼，也愤愤不平啊！一个国王的新妇太子妃啊，虽然太子离家啦，出家去啦，但是呢，太子妃呢，无应该有这个精巢失节吼，所以。佢个国家嘅人啊，对误解啊，开始嘅时不多多，大家人知影讲吼，伊有心，但是六年嘅时间都拢阿未生啊，这六年累积了，互人人这种嘅怀疑啊，咱那是伫咧笑，耶稣面难啊。烟火也化红莲呐，这段赞盖掉真香内底这段文，那就是伫咧描述啊，亚斯多罗迄当阵呢，真正是受尽了苦难，别人生囝是让人欢喜，伊生囝呢是全国的人呢。愤怒，甚至皇宫内底的人呢，除了怀疑，搁在人人指责啊。所以国王呢，无法度好谅解啊。因迄个所在就是查某人呐，失掉了贞洁啊，就是爱用火烧，所以伊就用一个火盆呐，起着真严的火。亚斯多罗抱着伊个囝，幼细个囝，伫迄个火堆一边，伊向天祷告啊，讲啊，我这个囝真正呢是色达多太子个，我无犯错啦，我实属呢。真正有犯错，
我甘愿啊，无惊跳落，飞窟着啊，就重心伫飞窟里。实说呢，我若无犯错啦，应该呢，天爱保佑我，以天为证啊。讲了后呢，伊就抱着伊个囝跳落去迄个火窟，忽然间呐，就是莲，迄、那个莲花呢，浮出了伫迄个火面，好亲像火面顶啊，一蕊正大个莲花给托住啦。所以呢，无惊，还是伫迄个莲花个面顶呢。安然无恙啊！所以啊，大家人看了后，感觉讲不可思议。那安尼呢，应该啦，就是释迦多太子的囝。所以开始呢，全国拢相信啊，举国欢腾啊，一直到家十几年后啦。佛陀成佛啊，度了众生啊，成团已成啊，登去皇宫的内底啊，耶稣陀罗呢，赶紧叫伊的囝，伊当阵还阁细细汉啊吼，叫伊呢，摕着供养的欢喜丸，奉上了佛陀。可爱的罗有龙，真正哩天真无邪，他嘛唔知多一个是伊个老爸啊，反正都是拢总出家人嘛。再一次的试验，到底呢，伊个老爸是啥人？前几日才细汉，他碰到迄个欢喜丸伫精进中啊，竟然呢。来到佛陀的头前，他献上了一个欢喜丸。佛陀呢微笑啊，纳笑啦，大家人呢真欢喜，佛祖天性啊，这是真自然的代志。不管是安怎，总是呢落下落啦。诶，这个传说，人女怀胎才出生，这就是啊，已经呢，人人都是安尼接受啦。想怎罗有罗，一滴老母的腹肚底啊，人女才出生呢，佛陀就讲起了罗有罗的因果，那就是讲。伫真久真久以前啊，有一个真调皮的儿童，他看到一只鸟鼠，安尼直直走，直直走。一只鸟鼠呢，扔入去迄个洞穴的内底，伊呢真调皮啦，就摕一粒石头，对迄个坑甲踢起来。而且呢，边啊个用途啊，安尼个安起来，啊，这个囡仔呢爱耍啦。过了六天以后啦，而且想着讲哦，啊，一只鸟鼠伫迄个洞穴的内底，啊，唔知佫有活活无？伊呢，去个挖开了土，搬开了。石头啊，鸟鼠呢出来了，暗暗一现啊，佛陀啊，讲这就是罗有罗的过去行踪。虽然那是动主戏啦，就是讲囡仔爱耍啦，无心之过，但是呢，这只鸟鼠六天啊。洞穴的内底呢，迄种暗无天日啊，
受寂寞啦，安尼呢，鸟鼠心有分啦、啊。等到伊出来，已经暗暗一些啦。这呢，就是伊所做的因，所以呢，伊过了几世人呢，都是受安尼的报。所以，阁有另外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修行者，伊呢在咧兴起的时啦，忽然感觉到真脆大，所以看到一口莲花池啊，伊呢安尼压落去迄个莲花池啊的水呢，去甲捧起来啉，啉了后的时，就感觉到讲，这个池啊应该呢有主人。我无经过主人，因此，安尼，我就伫迄个所在，甲伊捧水来啉。啊，我应该呢，爱赶紧去忏悔。但是呢，主人伫倒位啊，唔知呀。所以之后呢，就向国王啊，甲伊讲，我有罪，我拄只真脆重。在一口池的边啊，我捧着水来啉啦。一口池的主人是什么人？唔知呀。但是呢，你是一城之主啊，所以呢，这应该我爱向你呢来忏悔。那迄个时阵啊，伊感觉讲啊，这哪有什么？这路人安尼伫咧行水呢，人人会当啉吗？你哪有罪啦？伊就讲，无经过主人允许，我就大声啉，安尼我就是有罪。国王，你都爱甲我处罚，哈、啊，我就足无用。拄好太子惊对迄个所在过讲哦，来，你是毋是甲这个带去后花园去行行呢？等候我有用。我才来跟伊讲话，那这位太子，年轻的太子啦，他呢，就该带去迄个所在呢。伊讲啊，无你先伫遮徛，但是呢，囡仔人嘛是感觉到讲哦，伊还佫有其他的代志啊，真爱耍就走去啊。这个修行者呢，徛伫迄个所在，同款六天啊。唔敢坐，唔敢叮当啊！安尼呢，佫无食，佫无啉啊！到甲六天后呢，国王啊，想着讲，迄个修行人何来呢？问伊个太子，伊讲啊，你都叫我甲带去花园，我甲带去啦。结果赶紧去看卖呢，还是徛伫迄个所在。就安尼呢，国王赶紧紧甲伊请来哦。该会唔对啦，都该讲，这都是该你处罚啦，六天的处罚。这个故事呢，佛陀都佫讲，迄、那个太子无心之过啦，或者个修行者呢，六天受寂寞啊，所以呢，安尼伊也是搁在做着这个因啊，这呢就是。过去的罗修罗，看罗修罗啊，捌踏过一个鸟鼠坑啦，也捌经过了呢，和修行者呢，啊六天的时间，亲像安尼，所以一点一点啊，无心之过，而惹来了一世人呢，除了自己啦。在胎月六年啦，搁在呢，障碍了伊个老母，这就是叫做福障，这定福定福来障碍。所以呢，佛陀感觉到讲，这个囡仔已经呢，在红中出生啦，应该爱赶紧啦，度伊出家，好好来修行。但是呢，伊个父王哪愿意呢？伊个老母呢？哪肯呢？
亚述多罗啊，听到的时呢，真着惊，赶紧把伊的囝呢，紧牵来直直走啊，走去楼顶去哩。但是呢，木建连尊者，他呢腾空啊，去把囡仔搁带出来，所以啊，落下落也是佛陀啊，用心呐、啊，要给度伊出家啦。这细汉的囡仔，也都爱有人给教导啊，所以呢，伊就选择舍利弗，就是做罗耶罗的师父。所以呢，罗耶罗是舍利弗的弟子哈，但是罗耶罗呢？细汉啊，伫僧团里啦，嘛是真正的调皮呀、啊。不过呢，伫佛法中啦、啊，就是密行第一。虽然外形看起来真调皮啦，但是呢，伊的内心嘛，也嘛是默默的，也是有伫咧修行吼、哦。总共一句呢，这就是伫佛陀的弟子中啦、啊。现在咱举出了21位，各有过去，各有优点，各有因缘。咱爱相信因缘果报啊，这是因果不昧，所以咱必定呢爱戒慎吼。平常时爱真小心嘛，爱好好呢，怎样咱举手动足啦，开口动舌，待人接物等等啦，咱必定呢爱真用心。唔通有安尼一念偏差，一记之错吼，那是一念偏差，一个举动的错误啦，同款是因果不昧呀。所以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